对对对，你怎么？安在一个，米码是6个亿。嗯。现在又等我了。嗯。然后也是在这个页面，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个。嗯，对。然后按那个。然后按这个。嗯。按这个通知。对。先不给通知了。嗯。他们改成充值就跟咱那是一样，然后再按这个，然后找完原点之后按这个设置哈。嗯。嗯。然后还有哪个呢？然后是转学位的，转学位的，然后是去料点，转学位的去料点，然后可以点那个修改。然后修改的话，然后按动这个 XYZ 照明位置，然后点那个确定，现在就不点了，直接就返回了。然后去料点就是自动点开之后修改，自动锐轴让它给提升一定高度，嗯，然后点确认，嗯，这个也不给点了，直接返回。嗯，就是这个取料点和上升点，这个 X、Y 和 O 它的数值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 Z 的数值不一样。嗯。然后是码座的，然后码座位的，然后点卡的位置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是物品的高度，根据物品去进行设定。嗯，这是撑高，包括像马多高可以自己在这儿去设置，像这个循环乘数这个2层的就不需要动了。嗯，这个四轿的四轿第一层和四轿第二层在这切换就可以。嗯，在这按这个切换就可以，这是三四了。然后到它位置的时候可以就是点击这个一，然后去动 XYZ， 用爪爪转一个袋子，嗯，找准它这个袋子位置之后，用这个 XYZ 找准位置之后，点这个马多点的保存，然后点击保存之后，它这个位置就保存上了。我也可以给点上。点完之后它的数字就保存上了。然后下面的234，下面的234和第一层的都是一样的，找准位置之后，然后点这个马座点保存就可以。然后第一层找完位置之后，点这个四轿的第二层，然后位置也是一样，点这个一，然后找准位置，按这个几个键找准位置之后，点那个马座点的保存，完全都是一样的。嗯。这一点就是你这个 Z， 这个 Z 的这个数据啊。嗯。在 Z 的那个数据，你看第一层、第二层要比第一层的小，减130到140。它是1423，第二层的是1300，减了123。第二层呢要比第一层的这个 Z 的数字要小个120到130。没了。嗯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。